谁能想到有比狂锤更虐的小游戏？最近有小伙伴跟我说啊 ，WASD 和起飞才是 beta 版中第一和第二难度的，狂锤都只能往后拍啊！你敢信？之前被狂锤虐的画面依旧历历在目，实在难以想象还有什么关卡能比它还难啊！这次能不能过一点 ？Lag 呢，我就先不立了啊，看看能不能打过去。今天就先玩起飞吧，呜呼，起飞，走起！我去，连作者都提示难度极高，那怕真的是要虐死人了啊！要么我们还是先来玩 WSD 吧。看来是没得选了，来就来。我懂了，这关的植物是会随机变位置是吧？无非就是稍微调皮了点嘛，问题不大。因为有三爷，所以我选择了用大喷菇当主力，他动任他动，战术在我胸，不管啥套路，全是无用功。喂，我才发现我的阳光菇快没了，刚才他动来动去的都没注意，得再发育一波。我去，这个毁灭菇怎么自己跑上去了？还有思路都没炸到，一没阳光就会有点乱。完了，这时候还给我来巨人，只能炸了。喂，毁灭菇炸完，为什么连反应都没有啊？这些巨人的血不一般啊！再炸一下，天哪，炸完他连孩子都不认啊！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再补个倭瓜。我去，这倭瓜眼稳的拔，一顿袖子尾，然后砸空气。这把我决定使用之前陪伴我多次的双杨桃战术，看看我的脸啊！请大家说一句真白，看我靠杨桃的 buff 把他们全部给我打回去。喂，你不是喜欢动吗？赶紧走位呀！啊，我的杨桃很珍贵的好吗？完了，又来了一大波僵尸，关键他们老是乱走位给僵尸吃啊，简直是气死我了！本来还想攒出数量优势的，结果越玩杨桃越少。三发射手算是我手上非常靠前的火力了，而且带有减速效果，我相信他们是肯定不行的。这些巨人根本就不是豌豆能打死的好吗？很明显是时候用出我珍藏的加农炮啦。除了他感觉没人能威胁巨人了，不过你们倒是别乱动 我要横着的两个才能变成炮，你们老是分开算几个意思啊？快给我变成炮啊！总算是出来了一个，不过这炮的 CD 很长啊，一个根本就不够用。好的，我现在有三台炮了，我要让那些巨人好好尝尝我的厉害。开吧！我去，怎么还是没反应？喂，你不许吃我炮台！啊，好气啊！你知道我造一个有多么不容易吗？不过我发现炮台的位置是不会随机动的啊。也许这把有机会。好吧，看来是我的错觉。这把感觉还行，把小僵尸炸掉。我去啊，你别乱动啊！哇，我现在算是明白这个游戏的恶意了，不过这个冰蘑菇倒还挺好用的。我懂了，第二个玉米投手要晚点放，然后直接把它们变成大炮。没想到到头来还是要考验手速，而且我发现三台是肯定不够的，必须要多造。我去，喂，你不要乱动啊！我又跳出来了，我又再回去了，节奏直接被打乱了，你敢信？我又没空等他再归位。等一下，他逗我呢是不是？完了，又顶不住了啊！我快被他气死了！哎呀，这个小僵尸是真的烦呐！我去，我宝贵的玉米炮呀，就不能让我再多造两个出来吗？等我一下行不行 ？Nice， 又造出来一个。我去，你这家伙别打我的炮呀！完了，我正好没东西可以用，难得运气好造出一个。如果刚才那个玉米炮在的话，其实是有希望的，毕竟到现在我车还没丢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前面真的是被气傻了，都忘记把两个关键植物摆在前面，这样操作的距离会近很多。看我这把靠着惊人的手速成功造出了五台大炮，看我的连环轰炸，开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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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过这些小僵尸还是很烦，而且这些玉米炮真是太脆了，终于撑到最后一波了，我还有两辆车，只要保住底下的路就行。我去，这个毁灭菇怎么炸歪了？太不给力了吧！这次可是最好的机会了。哎呀，这个音响也没炸到巨人，会不会打不死他吧 ？Oh no！ 我去，老娘最后一个玉米炮，苍天哪，就差一个巨人啊！难道我又要从头来了吗？我不能接受！我真的不能接受啊！慢着，这些乱动的植物是不是把巨人定住了？保持这个速度，他根本锤不到你，那我岂不是就有很多时间了啊？用奶小菇刷太阳，然后等炸弹，炸的时候要保证还有冰蘑菇，免得他认出小僵尸。谁能想到本场最佳竟然是小喷菇的，绝对的 MVP 啊！nice， 直接炸死了！打了三。
三个小时，好在最后靠着小喷菇的出色表现终于是过关了。非要说的话呢，我觉得还是狂吹难一点，因为玩的时候我压根连过的希望都没有。好了，下次就要玩玩难度排行在第一的 WASD 了。喜欢看的小伙伴呢，别忘记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